陈思宇空路站并进，柯文哲更是下班救火合体现场。这个没有 KTV 就不会唱的。哦，这刚才那个叫蓝鱼充数，蓝鱼充数。其实有时候老实讲，那也是从小妹开始感激的，到调到十一楼当那护花园人。坦白讲哦，要有办法，其实那时候实际在管你的应该是蔡壁如了。那个他们那任何人哦，有办法在蔡壁如底下做事，都是非常厉害的。人气最火红的一位学姐陈静选歌曲 MV 最大亮点，首度进录音室现场，就是想借助高人气拉高陈思宇声量。那就像选举一样，我觉得没有考虑到任何的结果是什么，就是努力去冲就对了。北市立委补选重现市长选举蓝绿白撒卡都，陈思宇跟着柯P脚步，不挂看板推出竞选歌曲，让白色发光，靠歌喉拉拢选民。而传出陈秉甫将找来秃子、燕子、汉子合体，被视为另类柯韩对决。韩国瑜有点柯韩对决的感觉。我觉得不管是谁来站台，还是要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。立委补选前哨战，柯家军全动员，就希望白色力量如愿在国会发光。记者石文贤、汪文轩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